啦，等埋我。唔係嘅就係、是，係我咪發個火啦！我有冇搞錯咩咩事啊？我話啊，我係咁樣同你講聲啊！我話我拖住啊！我通常你都唔俾我同我做朋友，分別同埋你覺得唔乜重要啊？我話你啊，你覺得聽啊？我話即係我咁樣分埋派埋口啊，反埋我不如俾我做埋佢啦。我話我而家都十一點鐘啊，走又～我理得佢食啊！咁我話佢個仆街，佢話我啊，你食到佢幾多嘢咁樣，咁樣咪佢幾多嘢鬧，開始夾咯。你會搞錯你嘅情緒先啦。你話你自己冇自己精神啊，做乜成日講話神嘢？啊，你自己啲嘢都唔做啊！你理得人哋做乜嘢？你想話佢聽？你見到邊個做做乜嘢？做乜嘢咯？我邊個做邊件關你事事啊？你成日唔講話佢。你都要做你的事嘛，大哥哥你的事。是啊，因為你成功做到了。你跟著人生講句，你說我是這樣，你本身就不做的，因為你跟著他，看著他怎麼做，靠他才做，你都少你做過，你人家叫他什麼，我帶埋口同我做，成班同學不會讓他幫你等你死的。因為他自己說話有需求，他的真的態度很差，可以做的。真的。直情是啦。他是原本協助犯長的，他尋日協助犯長的，是不是協助的？是啊，成班咪打眼色盲，可能個個都唔想落去咯。你嗰個子唔驚噶，